油。猪把油咱们也炼个油。放我一马！多放点猪皮，我有毛起来。对呀、啊，你听我。是，那我一烤东西还能会有毛啊？来喽！咱们把那个猪油先飞下水。这猪油一过水啊，一下就干净的多了。上来的底油，再放个大姜片子，再来点刀葱，油炸还能吃。就是啊，黄闪闪，金灿灿。咱们用炸了猪油的油，再炸猪皮。放到凉水中，泡一泡。师傅，我来了。哟，快过年了，给你带份好酒，你尝尝。哟，这包容不错啊。哎呦，师傅，你看还酒具呢。哟，咱就来这把子。不行，整个头都进锅里。走，徒弟，给他自拍一点。好。来点猪油，来点辣椒，放入大白菜，放入豆腐，放入猪皮，再来点猪板油，年味精气粉、五香粉，生抽干。师傅，我们家很忙了吗？能炸，这出来一个小时就能起来。一个小时？一分钟。出锅之前再来点醋。这酒就是美好呗。来吃饭喽！吃吧吃吧，哎，给你倒里，来，飞哥先吃。你这边这样这么闷着，这不行。哎呀，你看热来烤。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幸请到了流量博主这个老雷的菜的老雷和雷哥。张飞对于老雷的菜一点点都不陌生，把我们当地的就是咱们山西临汾这块特有的东西，土特产这两产，想以我俩这点微薄之力给咱们推出去。猪头是亚菜还不吃？啊呀！妈，今天你大灯不是没风了吗？亚菜这玩意儿嘞！好的，给。飞机咋这么无聊？飞哥，水开之后啊，把这个浮沫撇一撇。嘿，能看着别过来了，想我没撇，没点毛病。休息一下，糖色，糖色还是糖色？到，开饭，走，注意吧。葱姜花椒大料盖辣椒，桂皮山药草果白质小茴香咖喱，糖色水咖喱，来一丢丢咸盐，香葱咖喱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两个小时。你看完全软了，这海拔呀就是一曲线。来猪蹄儿，稀不溜软。哎呀，漂亮！你看，热的火锅。哎，开始压，一块儿蒸，这要压一夜，兄弟们。哎，别亮！哎，哎呦，好实在呀！过瘾！哎呀，我的头皮发。
起来确实像老雷一样。哎呦！咱们用肥肠做个包子，来点青椒，再搞点蒜末，盐味精、鸡粉、花椒面，再来点辣椒油。你保啊，我们出去一趟。一人干活的呢，这怂啊！我说就是加点料，我让你吃独食。你看，老雷这说话挺包子，都加料了。你看，听着你们讲料理了。福明啊，吃的是呢，我自己吃的。你先吃一块，我看一下。八价。哎，我那老雷给你不够包子。上气儿30分钟。哎呀，嘿，开干！哇哟，呀，干饭喽！你们坐，我再不坐你。老雷，咱都是亲兄弟，尝点尝点，尝点可来，喝点。来，飞哥，看看我的手艺。嗯，好呗。啊，没听见？好吃。哇，出来给吃一下，吃一下，留回去，留回去。老雷，肚子有点饿着呢。我饿了，饿了。呀，冰箱里想带鱼呢，没拿自带鱼的。走，那带鱼全是吃人啥吃的呢？这你不懂了吧？我跟你直接连骨都能吃带鱼。走，来点温水。掏干净内脏。来，咪咪，你的。起锅烧油，油温5-6成热，开始下带鱼。先把小的尾巴先捞出来，小火慢炸，炸透炸干。起锅烧油。放上葱姜蒜，兄弟，你们那边下雪了吗？雪花一天一天一天
放入豆瓣酱、五香调料，来点老干妈、蚝油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鱼香叶、小茴香。炒香之后，咱们来一罐啤酒，加点清水、味精、鸡腿、白糖、胡椒粉、生抽。炸好的带鱼依次放入高压锅，剩下的入肥。是的，是的，一定要是小火，45分钟啊。Later， 兄弟们，时间到了啊！太香，放凉。快快快，吃饭！来，咱去烤20年。来，四哥，吃饭。这个不能素质。来，烤一下吧。来，啊。